同学好，本课程为智慧商务导论课程，然后呢，第一单元是智慧金融导论。几千年以来，人们的消费行为，还有金融从业人员的商业行为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这几年来，然后呢，人们的消费行为，还有甚至是金融从业人员的商业行为啊，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然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 产生这些巨大的变化呢？所以说，这个今天本课程就是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这个智慧金融啊崛起的原因。老师啊，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像几十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如果说我们人们出门的时候要去上班、上课，首先呢、啊，就是要记得都要提醒自己要带什么东西呢？带钱包。可是呢，这几年来，然后呢，就是说。 如果说同学要去上班或者说上课，然后各位同学如果说你忘记带一个东西，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很紧张，整天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啊，本课程啊，就是啊，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智慧金融啊它崛起的原因。首先呢、啊，我们单元学习目标与大纲是第一个金融与资讯的火花，然后呢，接下来是智慧金融的架构。 然后呢？智慧金融的初体验，智慧金融的商机与未来。然后，首先第一个是智慧金融导论，金融与资讯的火花。缘起，金融业啊，随着网际网路的普及，改变了原有的通路，扩大交易与服务层面，对团体传统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产生了巨巨大的冲击。它产生的巨大冲击是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分述如下。 第一个是产业之间的融合，产业之间的界限啊日趋模糊，因为啊网际网络的普及啊，所以说人们的通讯不像以前一样还要靠着书信往返，立刻啊网际网络啊一个按钮按下去，立刻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啊另外一个产业的资讯，然后重视思维，像啊比如说区块链技术的崛起跟发展，像以前啊我们啊做商业行为。 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交易可能都要透过银行，可是呢，以后因为啊，随着区块链它保密技术啊的崛起，所以说以后啊，银行啊扮演中介角色，可能就会慢慢思维。所以说，银行之间可能啊就要思考一下，它怎么啊去转型，然后呢才能避免啊这个金融啊商业的冲击。接下来是外部资源，外部资源啊，因为网络资源的崛起。 还有行动装置的崛起啊，然后呢，它可以啊侦测我们人类的还有消费行为，所以说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来当做啊外部的资源。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国际发展、商业啊、金融、智慧金融的发展趋势。由于消费者转向使用行动服务啊，大银行缩减分行规模，实体银行的规模啊慢慢缩减。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啊，以前啊。 我们说，我们常常在讲，在台湾啊，商业银行啊，比 s e m o n 啊，比那个就是便利商店还多。可是这几年来啊，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啊，你啊，慢慢的，以前啊，你办各种啊业务、金融的业务，你都要去啊实体银行分行啊去办理。可是呢，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啊实体银行、商业银行哈的的那个期限哈的时间哈、啊，慢慢的缩短了。 所以说哈，大银行哈开始缩减分行的规模，透过哈增加网络银行哈，只好透过透过网络增加网络银行业务留住客户，然后金融科技的研发与投资啊也蔚为趋势。然后呢，接下来老师啊就帮各位同学整理一下各国哈在推动金融创新的概况说明啊如此。第一个美国，美国哈就是啊，它其实啊它很重视创意。 所以说哈、哦，它是以新创业者啊为创新驱动的核心。接下来是英国，英国哈、哦，它其实它也是啊非常啊重视啊创意，所以说它成立育成中心跟创新的枢纽。然后呢，新加坡因为啊它是亚洲金融的中心啊，它也是期许成为自己成为啊世界金融的中心，所以说哈、哦、它是打造智慧金融的中心。接下来是韩国，韩国它企图心也很强。 他推出啊，Creative Finance 行动计划。接下来是澳洲，澳洲啊，他对未来十年金融体系哈、啊，他提出啊，总共有四十四项建议。然后中中国大陆就是鼓励鼓励啊，互联网金融，大中国大陆啊，它有点类似跳跃式的发展，它直接啊，就是在 Internet Internet Finance 里面啊，就是着力啊非常深。 然后呢，老师啊，综合各国啊，推动金融科技方面的做法，可归纳啊为以下几点：第一个，法规的调试；然后接下来是成立啊相关的咨询协调单位或机构；接下来是设置相关的研发单位；然后呢，最重要是提供租税补助啊、担保融资。老师个人认为啊，像台湾这方面，可能啊就是说，如果说能够提供租税补助啊跟担保融资的话。 那我们台湾啊，在智慧金融方面的发展，可能啊就不会输给中国大陆跟韩国。像老师啊，再介绍一下传统啊金融业它、啊、通路啊经营的模式。以前金融业啊，这几十年来、这几千年来，甚至这几千年来，都是透过啊实体银行据点，由行员啊面对面啊服务客户。像老师啊，就是我们去银行，然后呢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对面啊，面对一些柜员跟行员。像过去银行的传统上的业务啊，有分成这五大项。第一个是存款、外汇、信托、放款、财管。可是呢，这些传统银行的业务啊，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啊，开始啊，慢慢发生变化。然后呢，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啊，借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就是啊，我们的移动通讯装置啊，实现资金融通、支付跟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同于啊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像互联网，所谓互联网哈、哦，它包含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互联网技术跟互联网精神，再加上金融，就是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刚刚那五大功能。 它加起来就是等于互联网金融，它它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功能。互联网哈，其实它定义的名称哈，是中国大陆哈给它定义的，它其实啊在美国它就是 Internet 网际网络，然后呢互联网精神就是开放、平等、分享、协作，然后互联网金融它最主要啊在美国啊是播种，然后呢可是呢在中国大陆以后。 它是开始开花结果，蓬勃发展。像战后，在中国大陆啊，它不管是在支付，还有啊网络消费的情形，它那互联网金融，它几乎啊把互联网金融啊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本章啊，最主要是了解金融业随着网际网络的普及，改变原有通路跟扩大交易服务层面。然后接下来了解了消费者转向实用行动网服务。 金融科技研发跟投资啊，所以说也已经未为我们未来的趋势。为了啊了解啊，互联网金融为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跟讯息中介等三大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好，本课程啊，先到此啊，告一个段落。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啊，继续啊下一个单元的学习。谢谢大家，谢谢。